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又是篮球的天佑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种利用持球过人的动作来得到上篮的空间。好，通常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是 two guard 的球员，两个侧翼的锋线的球员，或者是你在中间控球的球员，那我们都会有两边的进攻选择可以做过人的动作。那我们应该要利用什么样的持球过人脚步，才可以在两侧都可以得到顺畅的过人空间呢？好，首先当我如果现在是非持球空手的状态，中间可能会有控球传导到侧翼给我做攻击的动作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双脚落地这个垫步的动作，那也可以在做落地的时候瞬间可以有一个爆发的力量做过人。它是一个持球过人最基本那最简单也最好用的脚步。那接下来啊，我就示范给大家看如何使用这个脚步来快速过人。Yes， 这个动作的细节到底在哪里呢？首先，如果我们是无持球状态，在接应队友的球的同时，你在非持球状态，一定要让身体保持有弹性。我们必须在空中就接到你的球，落地之后双脚踩稳，就可以瞬间做一次交叉爆发的过人动作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当你在空中接到球之后，我们必须在空中转正，让你可以直线的面对篮筐做攻击的动作。那这时候你双脚的重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处是当我们双脚落地，我们的两只脚都可以是轴心脚，所以呢，如果防守者他现在是站在右侧的话，我们落地之后判断防守者就可以直接往左侧做过人。如果当防守者是在我的左侧，我们就可以落地之后从右侧做攻击。那当然很多状况防守者是会在正中间，那这个状况会更好，因为他就不知道你要过哪一边，落地之后就可以直接做爆发的动作。进攻者是主动方，防守者是被动方，所以如果你有把这个动作做得完整，有爆发出去的话，其实防守者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就可以 stop 你，也应该要判断下面补防的防守者的位置，来做一个切入判断过人的一个角度跟你要切入的位置。那很多的朋友们啊，他们接到球可能都会把球放在你的正中间，而且是没有把它牢牢的抓住的话，防守者就可以很容易的将你的球拨掉，那造成你的失误。切记你的手一定要将球收在你的腹部身体的中间，牢牢的抓住，那也要随时准备是可以投篮的状况，因为如果当防守者沉退的话，你接到球落地就可以直接稳定的做一次出手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我们重心的部分。那因为很多的朋友啊，你们接到球之后，因为心急的想要直接过人，所以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前倾或者是不稳的状态。这个地方你们要一定要把你的核心用力，把重心放在你的正中间，这样才能做两侧的过人。当我们落地的同时啊，两只脚都是轴心脚，当你稳定之后，你就可以两侧做爆发的动作。当我们要过右侧的时候，你的左脚就要用力的将身体往右侧做推进，左侧呢就是右脚用力的将身体往左侧做推进，球记得收在你的侧腹这边，才不容易被防守者点掉或者是犯规的动作，你也可以有效的保护你要过人的球。接下来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动作，可以是垫步之后你脚步的变化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在接球之后，双脚当轴心脚的时候，我先移动我的右脚往斜前方去攻击防守者的重心，让它造成偏移的效果。那当我落地踩出去之后，我的球顺势做一次外推换手的动作，就可以跟防守者达到一个交叉的效果，得到一次比较好的切入的空间。那接下来我示范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怎么做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当我们双脚落地，你的右脚往前踩之后，要用同一只脚来做过人，这样才不会造成走步的动作。那常犯错的动作会像是落地之后我踩出去换手了之后，你就换了轴心脚，
如果你两只脚轴心脚都做滑动的话，那就构成走步的动作了。再往下延伸会是怎么样做的呢？首先我们接球之后，一样瞄来，右脚往斜前方做攻击之后，你不要做下球的动作，一样用右脚来踩，有点像是三重威胁的脚步，往左侧做压缩，切入的时候就可以将防守者卡在我的右侧，那就可以在产生半步过人的时候压着他做一个上篮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在手部的动作应该在进攻的时候保持在右侧，那你要换边进攻的时候，你的手应该由上往下，由右往左做一个 swing 的动作，往下用力快速的砍，那防守者打到你的手就很容易造成犯规，而你球往下的时候，他也不容易在中间就可以抄到你的球，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球的效果。好，那今天持球的过人动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做结束啦。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动作比较适合在比赛中使用呢，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还没报名个人训练营的朋友们，记得赶快去关注一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，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